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我们搞来了一个超音枪，这个是一个瞄准器吧，然后枪就在这里。我的天，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细节。这里苍蝇，全是苍蝇。我们现在给它拿下来看一下。这个天真热啊，我这里没有空调，我热死了。嚯，这个是用什么子弹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们说明书，全是英文的。这个是上膛吗？好高级啊！把这个打开看一下，这边是装子弹的吗？在这里装上子弹，然后再可以发射。不可以啊！看着是很酷啊，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其他的配件，来看一下哦。这是一个手电筒吧？没有电的手电筒。瞄准器呢？说好的瞄准器呢？啊，我现在是完全搞不明白，我问一下卖家。哇，终于知道怎么玩了。首先我们上扳机，然后这里有个保险，要把这个保险推到这里，然后扣动扳机。还有啊，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，装在这里的，把它装起来啊。这是装手电筒的啊，这个位置，这样就是一个完全体了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这个装子弹的地方是装盐的，也就是放盐进去就可以砰砰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去弄点盐，然后去找点小苍蝇，看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用。这个就是盐了，这就是子弹了，然后我们装点进去，装满，现在就可以发射了。我们找个树叶来看一下效果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就有点盐在这个树叶上，喷了它一下，这里有一点点盐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球，一、二、三，不为所动。但是我觉得应该对苍蝇来说应该是致命性的伤害了。我们现在去找点苍蝇。这个垃圾桶也太干净了吧。这个垃圾桶也太干净了吧，都没有苍蝇的。这个树叶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一样，我真的很怀疑它能不能杀死苍蝇啊。我们现在去乡下找一下苍蝇。哎呀，一个苍蝇要去乡下找，为什么苍蝇这么难找，都没有苍蝇，后水沟里面都没有苍蝇。我就想拍个视频，这么多狗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金毛你也参加看门的运动啊，你好。太恐怖了，这么多，溜了。这个鸡烧不走啊，那边那个鸡很多的地方应该就有苍蝇，但是现在一堆狗围着我们不敢进去。现在我们要去找苍蝇了，咚咚咚，就这里很多鸡，应该就有苍蝇。这是个鸡舍吧，也没有看到苍蝇啊。走吧，我们这个城市连一个苍蝇都没有了，我的天。我们只能在这个小水沟里看一下有没有苍蝇了，往前走。苍蝇，苍蝇已经到我的枪上了，它有点自寻死路的意思。看到你，飞掉了。我们先对这个蚂蚁来一枪。好，这没掉了，直接就不见了。一二三。今天又被我打下来了，直接就打下来了，这个威力有点太大了吧？不过没事，它还能飞。好，而且已经飞走了。看这里，有一个虫子啊！这里看到了吧？看清楚了吧？我们给它来上一枪，一、二、三，掉地上。这还有个天牛，哇，这个东西我可能要给它来一下。二、三，飞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小伙伴抓到一个蝗虫，这个害虫啊，我们给它来个审判。蝗虫收拾吧！还咬我枪！一二三，翻过去了，但是还并没有事，对它造不成威胁，它在做仰卧起坐，怪不得肌肉那么发达，一直做仰卧起坐。我们对着它的头，你先来一下，一二三，打直了吗？好像对它伤害并不高，我要么给它放地上试试看，一放，哎，果真飞得很快。就在这里，那个地方有鱼，这里有鱼，这底下有个鱼，一二三，鱼好像打不了，打这个叶子看一下，一二三，也不行，走吧。OK，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背篓，现在我准备去看一下有没有敌人，走。
等。这个苍蝇已经被我们射成这样了，没有翅膀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彻底完了它。测试一下这个东西打人痛不痛啊？这一二三，盐，看到没？都是盐。这个呢，其实是一点都不痛的，但是对苍蝇应该是比较毁灭性的伤害了。那我手上就感觉这样一下。那视频就这样，喜欢视频记得评论、点赞、关注我，拜拜。